你加班。东京奥运会即将启幕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在这个夏季。7月23号至8月8号，想和你一起看奥运，去你家呗 Vlog 征集活动开始了。中国彩虹网每天走进一个家庭，和您一起看奥运、议奥运，和您一起讲述那些与你有关的奥运故事。即日起在抖音、新浪微博、中国彩虹网官方平台留言，参与话题“想和你一起看奥运”，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，就有机会参与活动并获得精美礼品。